任新的 CEO 上任，你就是新的首席秘书了。我钟宇堂从没有换过职位，这种已经不是菜鸟却又不是老鸟的尴尬情形叫做后菜鸟。欢迎我们的新任执行长。我是酱，你是饼，你要听我。台视频道3月6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后菜鸟的灿烂时代，